欢迎收看雪龙技巧解说，本期视频教大家一个徒手上房的小技巧。假如说现在的二楼有敌人的话，我们又不敢直接莽上去，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这样做。大家先跟随我的脚步来到门这里，然后将这个门朝外打开，就像我这样，好，非常的 nice。 然后站到我这个位置，摇杆向右前方拉，然后点击跳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悄无声息的上到二楼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偷袭一波在楼梯口架枪的敌人，这个技巧雪龙已经测试了好几次了，成功率还是蛮高的。可能现在会有小伙伴会问了，使用这个技巧会不会获得光子送的10年大礼包呢？这个大家放心使用即可，这个又不是 bug， 只是一个技巧而已。最后雪龙再告诉大家如何免费获取和平精英一周年的称号。首先我们来到游戏大厅的界面，然后点开活动，找到限时活动，然后找到这个领衔主演领取专属称号，然后观看完这个短片。卧槽，我竟然是主演，我没有看错吧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最后看完之后点击领取这个一周年精英玩家的称号，然后他会直接发到我们的邮件里，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到游戏里面查收就可以了。最后小伙伴们都学废了吗？学废了可不可以留下一个赞再走呢？好的呢，那么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